来到研究所的第一天，在充满知识气息的研究室，觉得自己即将展开充实美好的旅程。这真是太搞笑了。虽然这学长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，不过我相信一定能遇到志同道合的同学。学长，请问打扫用具都放在哪里？哦，都放在外面的厕所里。谢谢学长。大家好，我是硕一新生花小玉。既然人都到齐了，我们就到实验室集合吧。今天是你们报到的第一天，教授让我教你们抽取植物的 DNA。 你们必须知道 DNA 的抽取可不简单。喂，什么？没有我不行。哎呀，真抱歉， T 大有个基因解码的研究，非得要我去现场指导。哎呀，真是的，不过没关系。嘿，这是我的实验秘籍，今天我把它拿出来给你们慢慢研究，加油哦。学长。天哪，怎么这么长？搞什么，步骤就已经很多了，字还写得这么丑。没关系，我大概知道该怎么做。你知道？其实原理很简单，DNA 会在细胞核内向外依序，还有细胞质、细胞膜和细胞壁。我们只需要先破坏屏障，然后再分离掉不需要的物质就行了。DNA 不是会在染色体上吗？也可以这么说，一般时候 DNA 呈现网状，分散在细胞核中，但细胞分裂时DNA 会聚集成棒状的染色体，所以精确的来说， DNA 组成染色体，两者都是存在细胞核内。哇，韩吉，你好厉害呀！那你快教我们该怎么做。首先，我们把叶子装入塑胶试管，然后再用研磨棒来磨碎。我的储物锅在哪里？在这里。不好意思，可以先帮我们把水加热吗？等等，超过摄氏90度了，这样植物的 DNA 会解旋啊。解旋？DNA 就像是一座回旋楼梯，有两条单股螺旋构成，以核苷酸为基本单位。核苷酸中有四种不同的碱基，当两条单股螺旋相遇时，碱基会以 A 和 T 成对， G 和 C 成对的方式，借着氢键相互牵住，就像是楼梯的踏板一阶一阶的叠上去，形成一座完好的回旋阶梯。我知道，这四种碱基的排列会形成 DNA 序列，里面包含了许多基因片段。而温度过高会造成氢键断裂，使 DNA 这座回旋楼梯从中间裂开，一分为二，成为单股螺旋。原来是这样，李涵吉，你好聪明，好棒啊！没有了，居然挺有两把刷子。现在 DNA 跑到哪里去了？DNA 现在溶解在上层的澄清溶液里，所以要小心的使用微量吸管，将上面的液体吸到新试管中。那只猫。你刚刚不是说要小心吸吗？李汉吉，你怎么了？等等，抱歉，接下来就请你们自己做了。
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对不起。终于做完了。抱歉。李汉吉！哎呦，汉吉，那只应该不是梦啦，不然怎么会一直跑给你追？胖虎，也可能是你长大了，他没认出来。是吗？来来来来，尝尝我的夏日特餐。哇，看起来很好吃哎。你吃的是祖母绿软冻，这是柳丝凉面，翠玉冰淇淋，通通是金花菜做的哦。哇，好有创意啊。味道也很棒。太好了，以前啊，夏天的金花菜贵得要命，这几年突然变得又便宜又好吃，我就有机会拿来研发新菜了。可能是因为这几年耐热的品种变多了，所以夏天的产量增加，青花菜就变得便宜多了。青花菜也怕热吗？是啊，青花菜最忌炎热干燥，所以以前夏天的时候大多仰赖进口。哇，那台湾有了耐热青花菜就不用进口了，岂不是很环保？嗯，这都得归功于成大的黄浩仁教授。所以是黄教授研发出这些耐热的品种吗？不是的，最主要是因为他研究的耐热青花菜基因标志分子检测模式。啊？什么模式？就是能快速检测出耐热基因的方法。那是一种基因转植吗？不是的，这是一种检测方式，用分子标志技术来检测青花菜的 DNA 里面有没有耐热基因。这么麻烦啊，直接用显微镜来看有没有不就好了？因为 DNA 非常小，只有细菌的千分之一，而且一条 DNA 里面有许多基因，一个基因可能就有上万个 ATGC 序列。天哪，这么多！不过基因序列里面有一些排列上的特征，分子标志技术就是利用基因排列上的特征来对青花菜做检测，找出具有耐热基因的青花菜。哦，原来是利用基因排列的特征来做检测，这样的确是快多了。而且从幼苗或种子的时候就可以检测，农民育种的时候就不用苦苦等待青花菜长大，也不用在田里一株一株观察。嗯，这样不仅缩短了育种的时间，还节省了许多土地和人力等成本呢。想不到科学的研究跟我们的生活是这么息息相关。嗯，韩吉啊，那你可得好好努力，像那位黄教授一样，做出一些了不起的研究。啊，偏偏我报到的第一天就为了追猫，把实验给搞砸了。哎呦，你还是赶快忘了猫的事吧。可是，我真的很想知道那只猫到底是不是梦。对了，韩吉，你记得梦身上有什么特征吗？特征？就像耐热青花菜一样啊。只要比对特征，就能知道它是不是梦了。啊！啊！我知道了。今天一定要查清楚它是不是梦。梦。早啊，汉吉。天天，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你想干嘛？我真的很想，很想知道你腿上的。李寒吉，你这个大色狼！黑店。是吗？他不是梦，他不是梦，他不是梦。教授希望了解你们的研究方向，请大家下礼拜一交一份大纲。
那是硕儿的学姐苏一美。哦，哎，啊，我没好，执行的研究所旅程。